今年因为做田荒，共无雨水，南投沿路主要出产麦叶的蔬菜就出现了产量减少的情形。五星英雄的农夫限制过三万个来买，特别继续来拜托中寮乡牛年拿福利消费，加工来派传统的福麦，希望消费有稳定的收入来维持老年生存的服务，同时每组得增加采集秋叶的机会。新乡农会是建筑公司何建中，谈协会投资拍落的时间，去做下同传统了解建筑情形。牛年拿福利协会讲，虽然送餐业务有好新的经验来听收，不过经费还是有限，所以协会没成立农产行，就先做各项农产品推广服务。就是我们带烘梅子的这些费用，就是刚好可以用来挹注我们的送餐的基金。那因为我们有很多服务很多独居老人，他们是有送餐的需要。整个中寮乡这边帮助我们老人在送餐，整个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尽一份社会责任，也来帮助他们有一点。一位派妇妹爱体谅嘅热烈，所以制作妇妹前后差唔多要加班夜嘅时间。新义乡农会当然体谅做妇妹，不止为协会增加田园内度，同时咪是增加采田民众嘅创业机会。新义乡农会行下出天然发展产品，再增加妇妹嘅使用量，希望派妇妹嘅工作实际收来做。有制作这个梅子这个，然后就收入可以比较稳定一些。然后天天都有工作这样，请他们代工做的乌梅哈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也绞尽脑汁，就是想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什么项目。因为咱这庄卡吼较无就业机会，也当吼在地一挂人吼，来做一工课吼，来吼会当得到一挂收入。虽然近年来梅农有减产，不过农夫还是三万起收购，但因土壤农有六百公斤的梅青，所以明年拿福利协会加工。新乡农会希望未来实际小合作，分享较多嘅菜田老人家，使得到更加好嘅照顾。记者李鹏奇南投报道。